左边嘅位置，右手边，好，跟住望一望左手边嘅位置。啊，啊，现在是，可是是不是长久的了，我就不知道了啊。要看观众的反应怎么样，应该是挺不错的，我相信应该是很不错的啊。希望大家会喜欢啦，多人给我们反应啊，反应一下，看看喜不喜欢，我们照你们的意思去做，好不好？希望可以 ，OK。咁调翻转咧，有冇话嚟得嗰啲消息啊？而家点样觉得？我也是从很多新闻界的朋友那里知道，他其实现在也生活的蛮好，蛮开心的，好像是什么哪一个台我不知道，我忘了，也要邀请他跟他合作拍点什么节目之类的了。希望希望他身体健康，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啊。OK 。